等等，脏兮兮的可不能进门。关主，知道。啊！让这些消失掉，这个留下，然后再把他们都带上。那么，走吧。欢迎来到。新年快乐！我叫布丁，你的新年愿望是脱单。脱单？你不是和馆主在一起了吗？没有啦，他可是男神，我追了一年都没追到。怪不得聚会他都不在，他注定不会喜欢我的啦。默默，你没喜欢布丁吧？嗯，神是不会动凡心的。那你为什么又关心他？我出去一下，你千万不要喝酒哦。关心凡人安慰罢了。可是，别走神啦，我们在工作呢。咱们学长也还单身哦。哎呀，正好凑一对啊。哦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咱俩不能喝酒，一起喝饮料吧。谢谢啊。布丁喝酒了。喝就喝呗，大惊小怪什么？他如果喝醉，就麻烦大了。哎，布丁怎么睡着了？太晚了，送他回家吧。这就学长没喝酒，能开车了。但学长的为人还不放心吗？那可不是饮料，是鸡尾酒。你穿得那么漂亮，可不能怪哥哥。就麻烦大了。你呀，不要坏啊！馆主啊，麻烦你帮我送给儿子啦。好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放心吧。哎，可怜老人家，他儿子进城后就从来没回家过过年。就是，还从不让他妈去城里探望，每年就留老人家一个人过年。从小就会吹牛，说要飞得比鹰高。都飞成不孝子了。馆主，我们走吧。啊，这啊，这是哪呀？这里呀、啊，是只有雄鹰才能飞到的地方。常年零下20多度，近5000米海拔的悬崖峭壁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。儿子，妈知道你当兵了，瞒着不说是怕我担心。可是，你妈我有那么矫情吗？陪着你爸几十年，不都过来了吗？这是老妈包的饺子，你吃得饱才能站得笔直。我儿子啊，那得是边境线上最帅的。